你怎么了？我肚子有点痛。要喝点热水吗？能不能麻烦您让服务生送一包卫生棉上来？好，你坚持住，我这就叫人来。醒醒。起来，把姜汤茶喝了。啊，谢谢。衣服在这里，刚送到了。好的，我去换衣服。谢谢，我要回去了。我送你回去，这个姜汤茶也带走。不用了，外面很好打车的，我一个人就可以。走。怎么了？气色这么难看，看来今天没法欺负你了。哎，问你个事儿。你和霍廷深很熟？不熟啊。不老实。我看到昨天你们一起进了电梯，竟然被他看到了。孤男寡女酒店开房，我要说只是去换衣服，老板你信吗？只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这个一点意外。哼，本少不喜欢那家伙。劝你一句，珍爱生命，远离霍廷深。啊，知道了。请见一个客户。啊，我不舒服，能不能改天？不行，跟客户约好了今天。万恶的资本家，你带琳达或者艾丽去，他们两个长得漂亮，而且酒量都不错。那个客户对你印象很好，你去试办公。